新射雕群侠传之田写担心游戏中的侠客角色众多，究竟如何搭配出一个最强的阵容呢？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比绝抢尸的阵容，一起看下吧。想要玩破解版本的玩家可以通过 uxox.com 进行体验，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。我们在阵容搭配的时候，不仅要考虑每个侠客的内容技能，同时侠客职业队伍一个阵容的搭配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。游戏中目前有掌、剑、力、气、技五个职业，这几个不同的职业都有助各自的特点，同时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克制关系。想要搭配出一个强力的阵容，我们在阵容搭配的时候尽可能的均衡一些，让每个职业的侠客都能上阵。接下来也分享几个前期强力阵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各位是以张无忌开局的话，可以考虑周芷若技、张无忌掌、小昭技、灭绝剑、天竺僧掌；如果各位是以王仲阳开局的话，可以考虑周芷若技、天竺僧掌、王仲阳剑、小昭技、灭绝剑；如果各位是以偶阳风开局的话，可以考虑周芷若技、天竺僧掌、朱泥技、小昭技、偶阳风技。进阶阵容一：周芷若技、张无忌掌、小昭技、王仲阳剑、天竺僧掌。进阶阵容二：梅超风掌、黄蓉力、朱泥技、小昭技、偶阳风技。以上就是新射雕群侠传之田写丹心最佳阵容推荐及搭配攻略，小伙伴们可以尝试看看。票圈视频。